调整位置呀、位置，不好意思，我第一次不太熟。你得用力，这么挤，来，我帮你。哎呀，轻点。这大白天的，你们在干什么？哦，沈经理，你们在做千层袋呀？啊，神仙袋。行了，走吧。去哪？当然是带你进厂打工赚钱，给你爸妈凑医药费呀、啊。进厂？我堂堂双一流大学高材生，居然沦落到进厂了。老厂长呀，把他女儿偷偷安排进厂里了。你娶了她，你就能当上厂长。到时候别说你爸妈医药费了，你这养老金都够了。怎么，不愿意啊？没理。等事情成功了，就给你请一个互相扶持，到时候这厂不都咱们一家人？走吧。不知道怎么开呀、啊？这个是车灯，好看吗？好看。这灯又大又圆的，半天一定晃。把这手啊放这挡杆上，挡杆可真大，平时握着。丽姐，厂里这么多姑娘，你让我找个人，而且万一她长得……你别急嘛，你放心，放心，我打听过了，这厂长女儿呢年纪不大，而且她爸呢年轻时候很帅呢，跟你女儿不会差的。这没有空缺岗位了。这样吧，你先到杂工那儿，我到时候再把你提上来。嗯。哎。啊！不好意思，我是故意的。没事。我叫刘飞，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哦，我先来的，我叫林晨。嘴巴这么干，喝点水啊。菲菲，带她去趟宿舍。走。厂长女儿难道是她吗？阿兰，这里就是男生宿舍。老王，这就是咱们来的。小陈呐、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子，这就是咱们厂的女强人金敏。嗨，漂亮，身材还这么好，难道她是？金家，我要做她班长。弟弟，你这是去哪儿啊？要不要姐姐帮忙？行，要不？嗯，怎么办？有需要的话，再。我跟你说，咱们厂什么都缺，就不缺漂亮女。单身两年呢，包准你娶个漂亮妞回家。刘飞、金敏，这两个都有可能是厂长的女儿。嗯，多接触接触，反正我也不亏。林晨，咱休息，来，咱俩玩网活。不了，今天我得练书法。什么书法啊？文化人就是文化人啊，咱们是欣赏不了啊。林晨，你居然会瘦金体？哦，你也懂、哦。小时候学过一点，现在早就忘了。简单，我教你。
漂亮又有学识，还出现在工厂里，这个刘飞可能性很大。组长来了。干嘛呢？干嘛呢？玩啊！天天。哎呦，小飞飞来了，怎么舍得来我车间了？一会上本组长车间喝喝茶，聊个天啊。哥，我还有事，我得走。哎，飞飞，哎，看什么看啊？刚才给本组长都给处理了。你什么蠢？你不就是个小组长，当我当了厂长，要你好看。组长，这批货又不归我们车间管，小陈过来，姐教你用秤。一天天的就你干得多，干得多的。前看，这个表呢，就是干什么用的？这个表呢？让你看秤，你往哪看呢？就你这眼睛，也不知道往哪看。我看你啊，跟那些男人一个死样。对不起。哎，姐姐开个玩笑嘛，至于吗？刚才姐姐下手有点重，给你拧疼了吧？姐帮你揉揉。我们里面藏了个大龙，是不是？害羞什么？有需要的话可以跟姐姐说。不用了。大晚上去图书馆，我的春天来了吗？我最看不起你们这种人，做个不正经生意吧，还搞什么这么正式的。我这有一毛钱，我入股，等动的时候告那妞喊我一声名字。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没什么事儿就提前来了。这么巧你也在选是吧？嗯。哦，对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好。你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然后再送我回来？休息完之前一定会上。行。我今天晚上就交给你了。厂长女儿，难道这么快就得手了？看来今天晚上注定是不眠夜。没想到是咖啡厅啊。哎呀，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你在这等我一个好吗？嗯。要是你给我供个良宵就好。真倒霉，完了，里面短裤都打湿了，又得花钱买一条了。大晚上买这个，挺有情调呀。丽姐，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也来买吗？那你办的事进展怎么样？刘飞有文化，还有金敏的厂里不怕事儿，他也有可能。那你还要加油。撩完就走，管杀不管埋。没事。没事，老三给我买点东西。哎，你去买东西了？啊，买家的衣服，之前的小。
下次要带我们一起啊。快回去吧，现在回去还能赶得上食堂休息呢。夏晨呐，怎么这么早才回来？今天吃海鲜了吗？吃海鲜了。我。我不是跟你开个玩笑吗？别沉呐，我看好你哦。别听他瞎说，他说话特别不着调。海鲜我都吃腻了。你以前经常吃海鲜吗？是啊，我家就住在海边，天天都吃。到底是不是他呢？小菲菲，你看。专门从我家给你带土鸡蛋，你尝尝。谢谢啊，但我吃不下了。凌晨，你帮我吃吧。哎，谁给你吃了？哎，你，沈经理，你今天吃没吃？怎么，我来看看还要给你汇报？啊，对，沈经理，你看，这是我专门从我家带的鸡蛋。不用了，看你这样。叫都叫我闭嘴！我今天就是来找你吃的。凌晨，我出来。谈谈女儿的事儿。我才知道。那我每天都得上班，没那么多时间查呀。也行嘛，我帮你。一会儿啊，我洗澡。可是这里温水。很敏感。我靠，花样这么多！你来干什么？你是在等人？等人？今天浴室根本就没开，你等什么人啊？被我抓到了还狡辩，信不信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厂长？见厂长？我是听说今天浴室能洗我才来的。你也碰巧说。刚才姐姐时代了吧？哎，不对啊，这是女浴室。啊、我靠，这身材！明姐，没想到你如此不冷场啊！风醉花痴，是不是听错姐姐了？不是因为有明姐这么漂亮的女人吗？嗯，姐问你。好看，好看。你的鼻子。那你要什么？告诉姐。真的啊。试试，知道了吗？你干嘛？我不害怕。我都不怕，你怕的是谁？我怕别人一会儿看到。林姐，受不了了！
你真行，我刚没认出。倒是没见啊，姐还一些。他这话，你要不是你啊，姐还不知道这事原来这么舒服。说起来，姐还得感谢你呢。会这么奔放吗？小陈，你要不再来一次？ 住了，你行，里面有人来看看。快！这个凌晨天敢放我鸽子，这怎么这么严重？凌晨，你在里面吗？沈经理，你也过来洗澡啊？啊，对，过来洗。 丽丽，你怎么在这儿干什么？嗯，来这儿。啊，怎么样了？丽丽，干嘛？那我可要吃饭。在这儿呢。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在这儿太刺激。你不会跟你姐夫一样是个半吊子吧？丽丽姐，你太过火，我跟你拼了！ 昔日迎风尿三丈，今日顺风湿一鞋。你们这些小同志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不然的后来呀，后悔的晚喽。老王，你说他们不会累吗？小陈呐，我对你讲啊，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我劝你啊，还是要节制一点，不然到后来呀，钱没了，身体也累垮了。 小陈，快来喂饱姐姐。小陈，姐姐又想你了。小陈，你觉得我们俩谁更好看啊？ 小陈，你的裤子好像有点脏了。不要啊！凌晨，你在干什么？凌晨，你干嘛呢？啊，没事，我做噩梦了。你这叫做噩梦啊？小飞，你听我说，我真做噩梦了。行了。 我就没说什么。老王呢？你怎么在这儿？我当然是过来找你的。至于老王呢？刚才骂骂咧咧出去了，还说什么游泳池。啊，那你有什么事吗？周二晚上你有空吗？我在图书馆等你。好，我一定到。其实我可以帮你的。 我在书上看过。小飞，你干什么？你不是做噩梦吗？这样你就不会再做了。
原来是这个味道啊！我没学到做什么呢？你这个小王八蛋，一天瘾咋这么大？告你节制点了吗？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拿我练手？怎么样了？快了，没招了。哎呀，加点紧吧，小陈。和你表姐可全靠你了。啊，你也别太着急。爸妈那边医药费由我先垫着。知道了。好，没事吗？你们早些休息。我就是问问你们情况。我挺好的，你们放心吧。嗯。俊哥，你猴急什么呀？这里不会有人吧？这里这连个人影都没有，怎么还有人？害怕啊？哎呀，你慢点，能疼我吗？我这不太想你了，着急死。吓人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些天都没来找我，说是不是去找刘飞那个女人了？你是不是嫌弃我人老珠黄了？他哪能跟你比？想不到张军背地里还搞这出。不过连冷门没账的人都能看上，口味不是一般重。多美呀！还敢惦记我的人？看我不整死你！哎呀，这大半夜的也没怎么喝水，还能被尿憋醒了。哎，骚味儿，肯定是喝水喝少了。这尿又骚又黄。小王八蛋，我看就故意。行了，你这么大声，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了。那继续什么继续啊？你闻闻你身上那个味儿。我非治死你！我。谁要和你继续啊？我都说了不来这里了，你偏不听。你去哪儿了？你管我去哪儿了？不就舍不得花那点钱吗？老娘还不奉陪了呢。凌晨，我弄死。长长女儿，你到底在哪儿啊？再不出来，我就快要累死了。抱歉，那个我没说。没事没事，是我来抱歉，我吓到了。请问这是生产车间吗？长长女儿难道是她吗？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所以是生产车间。啊是。你是？啊，我是来视察的，现在调解情况。不好意思啊，那个没注意到你还喷了你身上。没关系啊，你要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你来帮我擦呀。啊？逗你的。我看你们厂环境还挺艰苦的。厂里都是这样，这也算好。那你们平时累吗？都是体力活，干就是一天，能不累吗？不，这次去查货卖。对了，叫什么名字？凌晨。
这是我的名片，我都可以联系了。给我呀，拜拜。要不我直接傍富婆算了。我女人家也是玩了，还是你当成义子。 还是留着吧。今天累成这样，又上哪去玩去了？没劲儿了。这才周二呢，都累成这样，又不是周五。周二咋了？又不是周五放假。周二我要去图书馆。 哎，这么晚就被图见了，完了，来晚了，他肯定走了。对不起，来晚。没关系啊，这么晚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这么晚了，我怎么不多穿点？稍微有点冷可怎么办啊？ 来啊！今天给你们几个分配点任务。哎，这个工人不错啊。你笑什么笑啊？哼！组长，我只是想起点好笑的事儿。到今晚给你找句好好笑啊！今天给我彻底给我砸残疾，听见了吗？哎，昨天才生产完一条线，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干得完？ 他本来不就是一个杂工吗？做不完不会加班吗？不是还不行，你帮他干啊！小菲菲，今天跟我对接个项目啊！这狗日长嘴，等我当厂长，有啥好看的？ 您人，你是不是对人家就更有意思？那姓张的对他有意思，我就是看不惯姓张的嘴脸。真的？真的，不信你问问我的心。哪有什么心啊？你的心啊，在这儿。他们都在外面呢。你怕什么？ 昨晚你没见你害怕呀，就那一次之后啊，你就把姐给忘喽，一次也不来找姐。敏姐每天都要工作，我怕姐受不了。姐可不是一般人，再苦再累姐都受得了。倒是你呀，小陈，可不可以？能在敏姐身上吃苦，我心甘情愿。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 小陈，你别自私。姐，你放心，这身体不了地方。就会拿姐说笑。那你到底说呢？当然是拿出来，给姐好好瞧瞧，让姐看看。我手。来吧。 这是咋了？
民警的手被榔头打到了。你也被打了吧？瞎打，故意打。啊，对了，刘飞去了这么久，怎么没回来啊？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得去那看看。人家上班，你干什么去啊？哎，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刘飞？你说什么呢，敏姐？我是怕那姓张对他动手。你说的有点道理。哎，你等一下，拿个榔头在。小陈，这么巧啊？这么着急干嘛去？我在找人。瞧你，累成什么样了？要不去我那坐会儿？不用不用了，我正在找人，很急。你的喘息声真好听，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真不用上班，我真的有事。有什么事能比得上和姐姐玩？本钱不小，看我眼光不错嘛。和姐姐走吧。只要你愿意，你的一切都是你。青姐，我真有事儿，下次见。不见风景的臭男人。小飞飞，坐。你呀，知道自己家一样啊。是吗？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找你呀。当然是为了正事儿了。吴飞，来，今天工作挺辛苦啊。小菲菲啊，你说你这一个工资那么点，我这正好有个商量推荐名人专线，然后。什么啊？这怎么好意思？只要你把这个文件做得好，这名额它就是你的。我不能看不着。少给我装死！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最讲诚信，说一次他就一次。只要你把这个文件做好了，组长，这事我做不了。菲菲，这密室逃生啊，这虽然是传出去，可对你我都不太好。你别过来！连反抗都不会呢？他不会有人来的，你死心吧！你敢打我？你咋进来的？沈经理，你竟然敢偷沈经理的钥匙！沈经理亲自给的，你要去问问他吧。就算沈经理给你做什么，你没有看到我这个视频，就是这么做。干嘛？我告诉你啊，上面要你，但我记住，你担得起责任吗？我以为是什么？连这种文件都要别人帮你传，干了！你懂个屁啊！你个文盲有什么资格说我？你要有那本事。
你怎么可能会这个？就是个杂工啊！不是的，但我不会一辈子，更不像某些人混了这么久，还只是个死皮柴。这文件好像是我的。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干不下去。要不你亲自跟沈经理说。没事吧？陈哥，好难受啊！陈哥，陈哥，丽姐，你怎么没事？我要是不来，还不知道你把我办公室霍霍成什么样了。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对不起，丽姐，都怪我，跟他没关系。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下次别一个人在我办公室做这些事。看来你最近压力不小，怎么，宿舍也很不方便。再坚持一段时间，我慢慢把你上上，到时候呀，给你一个单人宿舍，你有去不去呢？丽姐，我不要。行了，下次有什么压力啊，告诉姐姐，姐姐帮你。丽丽啊，小人这事情进展怎么样？你问我，你怎么不问你自己呢？这人是你挑的，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我这不太忙了吗？是你多忙呀，忙的老婆都顾不上，也不知道跟哪个骚狐狸鬼混去。哎，老婆，我你听我说啊。你要解释是吧？拿出点诚意来。老婆，怎么就在这儿啊？你到底行不行啊？怎么回事？这才几分钟？都四分钟了，你之前时间还长。行了，你赶紧走吧，去找小陈去。哦，对了，我堂妹一会儿就来厂里，要不你去接待一下。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靠。啊，都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那一会儿找小陈，让他去。你让小陈去，那是不是？哦，你怎么这么磨叽啊？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那你自己去呀、啊。不是，我是怕小陈他不愿意。什么意思？怕我不愿意？丽丽啊。我没那个意思，我肯定没那意思。董浩，人是你挑的，主意是你定的，你现在怀到我头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我错了啊，都听我，都
你最好把你安排。我相信。那一会儿，我去找小陈。行。嗯，我先撤了。来，来人！小芳，你找我？事怎么样了？你在查？最近讨论这事的人太多了，我怕操之过急会出问题。你爹妈还在医院躺着呢，你抓点紧。小陈，不是姐非要催你。实在是等不及了。好吧，赶紧把厂长女儿搞到手，整个厂子就是咱们一家人说了算。啊，女儿，我妹来咱们厂里了，啊，你多陪陪。大小姐，我不是还要找厂长女儿吗？就是来陪你找人的。小江，那我可交给你了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是住宿舍吗？住在环境。那没什么事儿。哎，小陈哥，你看这个被子怎么这样？你等我铺完被再走。小陈哥，走近点帮我看看吧。小陈哥，怎么这么紧张呀？没有，我在看你铺床呢。谁在看我铺床呢？小乔，你这是干什么？你和我嫂子的事我都知道了。那天在办公室，好厉害！看你不欺负，强多了。小乔，你听我解释。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不会告诉我哥的。要不要跟我试试？小乔，你说什么呢？可是小陈哥，你刚刚好像一直盯着我的裙子看呀。小乔，你听我解释。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不会告诉我哥的。要不要跟我试试？小乔，你说什么呢？可是小陈哥，你刚刚好像一直盯着我的裙子看呀，你也不想你和嫂子的事儿被我哥知道吧？小陈，我这样不太好吗？嘴上说着不合适，心里倒是很诚实嘛。小陈哥，你嘴上功夫不行啊。可是我嘴上功夫不错呢，你要不要试试？造孽呀。为什么要跟你？你真棒！哎，小乔，我和我嫂子的事儿，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这么舒服的事儿，可不能被他堵上。干嘛？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不是，我是觉得我们这样不太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蛮满意的呀。小乔，我们这儿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别瞎说！你不会背着我找其他女生了吧？别动我的脚，给你关了！这么点小事都不跑，你给我过来！
小陈呀、啊，真倒霉，又被这个母老虎给盯上了。给我过来。林姐，干什么？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当然是让我好解决解决。怎么，厂里的妹妹多了，对姐姐不感兴趣了是不是？那就让姐和你查查。嗯，看起来嘛，是没什么问题。不过，还得仔细。小陈，饿了。啊，不错，检查完了，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什么意思？向我对你做了什么？难道不是你对我做了什么吗？云姐，我们走吧，一会儿被他发现了的。等一下，小陈。云姐，我一会儿还要上工呢，再来我就身体吃不消了。想什么呢你？姐是说啊，让你多陪姐待一会儿。小陈，你是不是觉得姐是个随便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是随便的人。我对你也是真心的，可且家里人都这么觉得，他们逼着我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都是为了钱。我不愿意，就跑出来了，然后啊，就到了这个厂里，找到你了。然后你就跟他们约定，只要有人找到你，你就嫁给他。你怎么知道？云姐，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会带走你。小陈，真好啊！让你先走了，我们走吧，小陈。哎，小陈，你不走吗？算了，先不急着说。啊，走吧。你这是干什么？我。师哥，给哥，韭菜、鸡蛋、猪肝，你吃这么多这些干什么？知道的以为你进厂了，不知道的以为你上青楼了呢。这简直比青楼还可怕。来了，不在。今天事我处理。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兄弟，相逢何必曾相识，露水情缘也是情啊！你接着。凌晨，你吃这么多这些干什么？能问，当然补身体了。你跟我走。外面穿的。怎么了？你这也太突然。怎么突然了？那天不是在办公室就亲过了吗？对不起，那天。你不用说对不起，要不是你的话，我可能找我张哥。凌晨，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就给你看看。还是说你不喜欢我？怎么会呢，菲菲？你这么漂亮，我怎么会不喜欢你？那帮我脱掉吧。那我就开始吧。家人在这里，那我就开始吧。啊！羞死！
死亡了，怕被人看见。天这么黑，人这么多，会有人管事。小春，谢谢你。谢我干什么？谢谢你愿意照顾我，除了我爸，没人愿意对我这么好了，也就你们愿意陪我。对你好是应该的，那你爸爸去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他只是去出差了呀。那等你爸爸闲下来，就是该陪你了。当然，我爸最疼我了。什么？他才是厂长女儿？看来你都没房子。哎呦，张组长，这么巧，你也来守夜。王八蛋，滚！这就是嫂子吧？嫂子怎么比之前更好看了？我们之前见过。我们上周不是刚在杂货店见过吗？你们俩来这儿找工作？上周出差。哎，妹妹，她诬陷我！好了。哎，对了，明天晚上有空吗？那我在图书馆等你。谁？滚出来！你终于选了来着。我就只是路过。真的只是路过吗？姐姐的门可是咱们的。我真不是故意的。你趁着心疼姐姐，跟姐姐好好讲。姐夫来了，安小春，你在这干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这些破事儿！我本来每天事情就很多，还要跟进你这个事儿去。你干嘛对小陈吼人？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谁爱管谁管，我不管了。你看你找的什么人呀、啊？大半夜跑过来打扰我工作。小陈，你怎么回事？这么大人了，一点眼力见没有？赶紧给你姐道歉。这是事情啊，进展怎么样了？我想我应该找个什么？谁呀、啊？应该是刘飞。哦，不对不对，也有可能是经理。什么叫应该呀、啊？就是他们俩都有很大可能。那不就是没找着吗？行了行了，咱去。我等着啊！刘飞，把李岩给睡。星期二，刘飞每周二都要去图书馆。昨天晚上岂不是？张组长，张组长，恩师这边没有电话。让你们几个吃干饭的去供电箱看一眼啊！什么都能问我，我要你就干什么吃的？供电箱。
凌晨，你干嘛呀？吓死我了！张军在找你。他又来干嘛呀？你说呢？还能找你看书吗？不行，我得打个电话。怎么能一直让他这么无法无天吧？别急，我已经跟沈经理说了，这次一定把他从厂子里赶出去。这个混蛋三番五次的骚扰我的女人，真当我是软柿子不成？你瞎说什么呀？干嘛？流氓！嗨，晾一晾，什么也不干。凌晨，我害怕。别怕，有我在。凌晨，以后你也会像今天这样一直保护我吗？傻丫头，我会一直保护你的。哎，凌晨，你的心跳得好快。这不是有你在吗？你就会骗人。菲菲，你真美。不要啊。去把人给我找出来。他黑龙江干嘛的？找不到你也别想干了。嗯，那边有动静，去那边看。哇，你俩真在这儿。好啊，我就知道你们这狗男女早就搞到一起了吧？是，都不知道。闭嘴！我都亲眼看见了。你看见了又怎么？我和菲菲就是你想的，能怎么办？老子是你的祖上，我拿你没办法。厂里可不许员工私下搞恋情，一律开除。你们不跟着去？你有什么证据？我就是有证据，让我把今天晚上说出去。你们两个谁都别干了啊！这怎么办？我可不能被开除啊！被开除的恐怕不是我，是你才对。你知道我表哥是谁吗？管你表哥是谁，我只知道你这组长当到头了。你一个当杂工的臭小子，你怎么跟我大喊大叫的？你是彻底不想干了啊？是不想去吧？小菲菲，你也不想你们两个被开除吧？要不这样，你跟我当着凌晨面睡一觉，这件事儿就算这么过去。哎，还有。我之前答应你的名额也可以走销。你变态！谁能说能保持你们二人最死定？来，把衣服脱了，我要在你男人面前让他知道是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活腻了你？调戏老子女人，自找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整个厂子里，我张军看上的人，他都得是你。我告诉你，老子不仅要调戏，我还要当着你的面玩弄玩弄他。说句话，沈经理在你眼里是这样，请把我告诉沈经理。我可什么都没说，少给我戴帽子。是，你仗着自己身份威逼下属，乱了之前搞的撒娇。你觉得我把这些告诉沈经理，你会是什么下场？你少给我来这套。就算你告诉他姓沈，又能怎么样？
你少跟我来这套。他姓沈的，他不就是个臭婊子，整天仗着自己的身份作威作福的，那还不是靠着他那不少的男人爬上去的。看，只要舍得放下你自己的身段，机会呀、啊，就来了嘛！原来沈经理在你眼里是这样的废物，你不会真以为那个姓沈的是什么好东西？就告诉你，他每天在我面前啊，骚劲儿啊，我见财骚将半点子。想一想。想想就爽，别做白日梦。做梦？等到有一天我爬上去，我一脚就把董浩这个副厂长给踹了。老子自己拒绝厂长的，到底整个厂都是我想跟谁睡，我就跟谁睡。恐怕你的愿望要落空了。今天，宫殿香是你换的吗？是啊，我只是检查而已。还有什么宝？沈经理，我这都是例行检查嘛。私自关闭电源，造成重大损。是，这是你玩忽职守的罪行。利用职务之便大搞权势交易，这是你滥用职权的罪行。最后，污蔑上司，恶意诽谤他人，这是你人品道德败坏。像你这样的组长，配做组长。我会亲自上报老厂长。把你这个账，经理，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再也不敢了。现在后悔晚了，把他给我带下去。经理啊，不行啊，经理，不能没有我呀、啊。菲菲，你先回去，我跟林晨有点话。丽丽姐，怎么，遇完我就翻脸不认人了？让我帮你的小情解决完麻烦，你就不要我了？这不是被发现吗？那你跟刘飞两个人在这儿，怎么不怕被发现呢？嗯，连拉链都开了。丽丽姐，你干嘛？这大晚上不能管理员工干嘛？要不我们看会书吧。少废话，你不会是喜新厌旧看不上我了吧？怎么会呢，丽丽姐，你今天踩在张军身上那几脚真太帅了。原来你喜欢这一套啊，那我也好好上班上班。你干嘛去、啊？丽丽姐，我还想回来再睡一会儿。我明天还要上工，我怕我再不睡，车间被猝死了。别急，我帮你解决。你呀、啊，只要好好陪着我就好了。不是，我还得着急找厂长女儿呢。别着急嘛，明天我去老厂长那儿打听打听。你这样瞎找也不是个办法，人找不到不说，还把我们小凌晨给累坏了。可是浩哥那边，哎，你提他干什么？他天天出去应酬，一回来就问我进度。他要是真当了厂长，这厂子估计迟早要垮。浩哥可能有他的苦衷吧。那我的苦衷，谁懂？耶。
沈经理，今天怎么舍得看我来了？厂长，来给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情况。我呢，昨天派人把张俊给抓起来了。这事儿我听说了，张俊这个人的确得该抓。他早晚会给厂子带来很大的危害，不过他这个一抓起来，车间组长这个位置就空缺了。这样一来呢，万一车间要造成了停产，这可得不偿失啊。厂长，您不用担心，我今天来呢就是跟您说这事儿的。你有推荐人选了吗？这谁做的？他叫林晨，是张军属下的一名杂工，但是呢，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就他了。厂长，来，您喝茶。今天呢，没看到张军这王八蛋。他呀，以后估计你都见不到他了。咋的了？张军这王八蛋出事了。开下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宣布个事儿，从今天起撤销张军车间组长的位置。除了张军的事儿，还有林晨，没必要把张军的头骨发到林晨身上吧。张军这个人的为人大家都清楚，天天在厂里面唯唯诺诺，气人家头上。而且啊，林晨也是刚来，天天被张军这个人欺负，再加上年轻人本来就血气方刚的，就没必要再去责怪林晨了吧。就是啊，小陈平时干活挺卖力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都说完了吗？那我继续宣布，从今天开始，刘凌晨担任车间组长的位置。好好干，凌晨。想的行啊，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啊。行了，别调侃我，都干活去吧。晚上食堂吃饭，我请客。好嘞。看来有人招着我了。放心吧，姐，包在我。哎，真是可惜喽，以后不能随便逗你了。我可不是那种人。去吧。哎，说一套做一套。小陈，你升职啦，我啊比不上你了。那是干嘛的？哇，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偷。阿仙儿啊，还不赶紧走！呀，下次能不能把？下次再这样，你可别找我了。我这不是着急吗？一点都不老实，那万一让别人看见怎么办？我现在可不是小杂工了。小陈哥，忙完了吗？小香。你怎么来了？我难道不能来吗？我可以让我没事多来找你玩。可是我每天都有很多事儿。刚刚那个就是厂长女儿吗？你怎么知道厂长女儿的事？小沈哥，你该不会以为我来厂里就是来找你玩的吧？你的意思是，你是来监视我？哇，我真是来找你玩的，是我哥让我来监视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让我没事就来监视。不过，我对这点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嗯。哎，不行，那次只是个意外。你什么意思啊？吃完就忘了？不是我。看来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生完来直就不要人家。你偷听我。拜托，你办个事门也不关，我想不通你干嘛。小江啊。你看这事儿能不说去吗？说是哪件事儿？你跟刘飞的事儿，跟金敏的事儿，还是说小点声，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开玩笑，我可是我们那儿破案专家。都不能说出去。这事儿有一件事爆出去，我就是下一个张军。想让我不说出也行，不过我行，都听你的。那这第一件事儿，就是让我看看你的诚意。放心吧，
是你的肉。那我先走了，我哥那边我会跟他报告。这做办公室就是不一样的，无忧无虑。谁呀？你军哥，我那儿东西。原来是张组长啊！哎，新岗位怎么样啊？听说我被调去打扫厕所。林冲，告诉你，别得意啊！怎么了，张组长？难不成你还能把我从这儿撵出去啊？别忘了，现在这可是我的办公室。行了啊，没什么事儿就打扫厕所去吧。哎，记得扫干净点啊，要不然我跟沈经理汇报，你这个工资可就没了。好，你给我走。我就坐这儿等着你。有本事你把我撵出去。我告诉你。这个厂马上就是我的了，只要你以后跟了我，荣华富贵都是你的。不过我们家有一只猫，得委屈你了。没搞头，你个臭婊子。哎，陈，还记得我？你谁呀、啊？我是咱厂的小组长张军啊。啊，你就是那个被贬的小瘪三。那个，我是你。我发现这沈经理跟林晨的关系。林晨那是我小舅子，他们关系有什么不正常的了？这林晨每次出事，他都是沈经理去帮忙解决。而且这次林晨升职，这也是沈经理去找厂长办的。废话，他们是表姐弟，能不互相帮助吗？就算是表姐弟，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您要是不信也没有关系，我就给您提个醒：咱厂的男人可是不多，您平常也不怎么陪沈经理。这张脸算了，横着，这帽子不就戴上了？你信不信老子让你厕所都扫不着？啊！哎，那边的，慢点啊，别把机器弄坏了。小陈，给我来一下。解放，让你进厂找厂长女儿，还干上了是吧？怎么，还想继续发展下去是吧？我，你什么你？当个什么破组长，还狐假虎威上职上？老子交给你的事情，到现在多长时间了？一点进展都没有。怎么，要不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这件事我能交给你办？老子在路边捡条狗都比你强。看，看什么看？我告诉你，这件事抓紧给我办，要不然你爹妈的医药费你自己解决。两个老不死的东西，听清楚没有？滚！我还想问你呢，一天到晚你跟他走那么近干嘛？干嘛？还不是为了你那破计划。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了让你早点当上厂长，你都干了些什么呀？那你给他求个什么车间组长，那不是更容易暴露？这是凌晨做的文件，老厂长看上了我，你有什么办法？我每天辛辛苦苦，你倒好，还怀疑上我了。对不起啊，老婆，我误会你了。这怎么办啊？怎么办？让他顺着杆子往上爬呀，爬高了就没人敢说什么了。
到时候他娶厂长女儿就名正言顺了。可是，不怕，有完没完？人是你定的，计划也是你选的。好，你到底还想怎么样？老婆，你都是我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是怀疑我跟他有一腿是吧？有点事，你别被听见了。我告诉你，董航，小陈是我表弟，我把人家一个高材生拉来给你干这破事儿，你整天还唧唧歪歪的，你能不能行了？不行，咱俩就离婚。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你把人家叫过来臭骂一顿，你把我放在哪儿？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在村子里见人了？我就是关心一下他进度。哼，我平时可没见你关心他。怎么，看他升职，他自己低估自己？哎，不不不不，我真没那个意思。那好歹有人也是咱一家人嘛。哎，别生气了，我再进来。我告诉你，小陈要是走，猴年马月当你的厂长去吧。哎哎哎，两个刚才说话说的有点重啊，别往心里去。你说的没错，我这个车间组长算不了什么。就是这样，我刚刚啊也是在气头上，把咱女儿的事慢慢来，不要紧啊。爸妈住院的这个医药费，是不是喝多了？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嘿嘿，哎呀，玩吧。他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说变就变？哟，谢总，您怎么有空来了？来视察一下。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应该的，应该的。您觉得怎么样？咱们多多合作呀。哟，天不见，说你生气了。运气比较好而已。谢总，你们这是认识啊？认识，不过我倒很想认识一下这位帅哥，可这位帅哥好像不赏脸。啊，谢总，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车间新晋升的车间组长，他叫林晨，那个同时呢也是我小舅子。哦，小舅子。可我怎么看你像他爸呀？啊，开玩笑啦。不过他既然是小舅子，那我们可以合作。哟，太好了！这合作跟我是他小舅子有什么关系？哎呀，谁呀？工作，而且谈生意这种事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吧？工作忙可以想办法变得不忙。谈生意是和你没关系，不过呢，我可以让他变得跟你有关系，说是不是啊，董长江？啊，对对对，谢总您说的对。我们，他这什么意思？哎呀，傻小子，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哎，也许真应了那句话了。傻人有傻福，他这是看上你了。看上我？那又怎么？怎么样？他这是在拿你威胁我呢。如果今天晚上你要不去赴这个宴，这笔生意就得黄。不感兴趣？三个女人已经够我受的了，还来？你呀，实在太年轻了。我说的感兴趣，可不是你想的。在他面前，那就是一件玩物，是玩具。就他这种事业有成的女人，他看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放弃。晚上还要陪别人去图书馆看书呢。哎呀，小子，我实话告诉你啊，
这图书馆的爱情，也许啊完美，但酒桌上的爱情，那才叫现实。对了，我建议你今天晚上还是去，这笔生意很大，如果你要谈不成，那我的工资可就下降了，你父母的医药费。这个混蛋又拿这个威胁我。凌晨，我去演唱会了。是。你突然叫我出来，晚上不要去图书馆。我去不了了，有点事儿，工作上的事儿。这样吗？那没关系啊，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去。怎么了，凌晨？没关系，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你的。你带我来这干嘛？当然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讨厌，你这大白天的，烦死了。本来是想等晚上的，这是我忍不了了。菲菲，兄弟，希望上次你们来之后，我会疼了好久。怎么这么慢啊？路上有点堵车。哟，怎么害羞啊？不是说吃饭吗？怎么在家里？怎么在家里就不能吃了吗？来，你喝一口。薛总，那个，跟我们厂的生意，合作先不谈，吃饭。薛总，那个我知道你很急，但是咱们能不能等一下，咱不急？你想什么呢？你不会以为我没穿衣服吧？不好意思，薛总，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是。咱们先吃饭吧。薛总，你怎么回事？手疼，加班就累了。你喂我？薛总，这不合适吧？啊！瞧没呀？我让你吃菜，也不是我。薛总，你在讲。啊，不好意思啊。这次合作对我真的很重要。生意场上可没有这么直来直往的，不太不会做生意。薛总，我只是想好好谈生意。你还挺有个性的，和我年轻时候一样倔。可惜啊，岁月不饶人。薛总，您现在也不老。薛总，你这是干什么？薛总，我真的只是想好好谈生意。我跟你谈的也是正经合作。我的意思是，我不卖身。那你来干什么？你来之前，董浩没有和你说清楚吗？姐夫跟我说清楚了，是我自己迈不过去我心里这道坎。迈不过去那道坎，什么意思？你嫌我有病，还是嫌我人老珠黄？薛总，这年轻真漂亮，很多男人都会被你心动的。是吗？可是偏偏你却抢了身。我有喜欢的人了，喜欢而已，那算什么？本来今天要陪他去图书馆，我每星期都去。图书馆有什么好去的？那点地方。可是对我来说，图书馆里有我喜欢的人，这就是我的全世界。今天来之前，我姐夫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拿下这件事，否则我父母的命，费用就留下。我本来想咬咬牙就这么过去了。
还是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这个合作。但是合作之外的事儿，我做不到。薛总，我只是拒绝您一下，您不至于哭成这样吧？没关系，我只是想起了我的过去。林晨，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坏女人？怎么坏，薛总？你也没做出格的事儿。其实我平时都不怎么跟男人接触。 我给你一下惊喜，那您这是？在一起8年，他最后不声不响的离开我，出了国。薛总，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伤心。你说的对，他不如你，整天就知道花天酒。 这女人还真是有眼福气。逗你的，既然你有喜欢的人了，那我也不拦着。谢谢薛总。哎呀，幼不幼稚啊？开车看的怎么样了？关你什么事儿？你不是有事要忙吗？我事情办完了，想来跟你看看车。 林晨，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因为我放弃你自己的事情，知道吗？没有。哎，我承认我希望你能多陪陪我，但是我更不想是你的累赘。啊，是这么多人呢！不是我。这个是图书馆。不是馆子。图书馆不是应该是你家的？是不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我知道的。 哎呀，怎么了，老婆？小陈呢？我不知道啊。这么晚了，他应该睡了。几点了他就睡了？你是不是又对他客气？我一直在这睡觉呢，我可什么都没干。哎，等一下。 大半夜的孤男寡女，你找他干什么？不是，哎，谢总，你还讨厌老娘是吧？啊，我给你好脸了是不是？<笑>随口问一句。那小陈他爸妈一直在跟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你睡得跟头猪一样，你知道什么呀你？<笑>原来是这样的。哎呀。 不过呀，这个小陈今天晚上应该不回来。爸，冷静回去。你什么意思？没事，好久都没有亲家了。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哎呀，你少给我来这套！平时让你较量一点，没有天天躲着我，你真拿我白痴啊？没有。 话说的好听，你每次不是三分钟。说要你什么用？哎，行了行了，小陈到底去哪儿了？他去薛总那吃饭。什么？姓董的，那姓薛的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像他走路扭来扭去那样，就跟个狐狸精一样。你赶上小陈跟他去吃饭？他是去谈合作。 谈什么合作呀，丹姐？我怕不是什么人放心。哎，小陈会有分寸。小陈是有分寸，那个姓薛的狐狸精可不一定会放过他。真的，小陈？哎，这么严重吗？哼，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三分钟就完事儿了。人家小陈年轻力壮的小伙。 薛总，你小陈，你怎么在这儿？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姐夫，我从薛总那回来了。
吓死我了，还以为你没去。洛川，你没事吧？洛川他女儿，那生意呢？让你谈的生意呢？谈成我也不废物，让你谈个生意都谈不明白，你还能干成什么事？我闭嘴！小陈是我表，你想骂就骂呀！这臭娘们儿，糊涂什么？这笔合同至关重要，这笔生意要谈不成，我这个副厂长不能干了。郑宝宝，你就挺会知道用这些乱七八糟的方法杀我。我以前怎么会发现你这么恶心啊你？他吃的喝的都是我给的，就连他那两个老不死的爹妈的医药费都是我出的。就是让他当回丫头了，怎么了？你个臭娘们，你还真的护着他，我动手！男人的手伸来打天下，来打女人的，撒开！什么？事没干上，你在这儿必须来。别啊！哎呀！小陈。你不该打他，你现在斗不过他。我不管，他敢打你，我就要打回去。不用担心，姐姐没事。姐，要不你跟他离婚吧？离婚？他那种人配不上你。所以，要不你跟我在一起吧？你在胡说什么呀？我是结过婚的。不在乎。那。刘飞跟金明怎么办？我可以解决的，我可以。好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现在呢？哟，薛总来，请坐。谢谢。喝水。您到我们春天转了一圈，考察的怎么样？嗯，你给外外都看了。那您看我们合作的意向如何？说实话，我不太满意，尤其是恕我直言，挺好奇的我，唯利是图，小图鸡血。你没厂子，要长期在这种人手里。薛总的意思我明白，不过恰好是董浩是重力，为我们厂子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恐怕也谈不成什么大的。唯利是图，确实是个条件，看一时短期的，再考量点啥，没错。薛总的意思我明白了，要不咱们有时间谈。厂长别着急啊，合同还没签呢。哦，这是。董浩这个人是不行，但这次的生意是他做的。这次谈生意的人，什么？谁呀？车间组长。厂长，您找我。来，别紧张，喝杯水啊。跟这个薛总谈这个合同是你跟他谈的？嗯，没谈下来，这都怪我，是我的问题，跟董副厂长没关系。谈起来了，薛总说这次谈合同只是一个大功的，薛总还对你是推崇极致啊。最近呢，我是到车间里边走了一遍啊，这些工人呢，对你的口碑和对你这个工作能力都非常好，刘飞是什么？不是我睡了他的女儿刘飞姐，给他爹吹枕边风了吧？别激
中，我又不是让你当厂长。现在厂长这个位置有好几个人选呢。我一个杂工出身的，我何德何能？当然了，好了好了啊，你少在我面前装。那天我早知道你是双一流大学毕业的招才生，在我这儿干的。这传出去还得笑掉大牙呀。你知道。我这个当厂长我再不说这个就得了啊。还有你不为你自己，你为你家里。我再想想。跟你说话呢。哎，你干嘛敏姐？我还想问你干嘛呢，耷了个脑袋。没事儿，工作上的事儿。你才刚来几天呀，就这么傻？哎，跟你说啊，太冷场了。可是我是为了厂长才接近你们的呀。干嘛？跟你说话呢。对不起，明姐，刚刚走神了。会在打你女儿是吧？不会，怎么可能？别解释。我在吧，你又带我来这干什么？你不是说最近工作很累吗？我来吧，你说吧。现在好了吗？林姐，你这是干什么？出什么事了？跟姐说说呗。厂长想让我去当候选人。可以啊你，那你就是要飞黄腾达了。别忘了你。他怎么这么说？难道他不是厂长女儿？明姐，您跟厂长什么关系啊？我跟他没有关系啊。哎，我跟他要是能攀上关系啊，还用得着在这儿？可是你不是说你是因为被家里逼婚才来这儿？是啊，我是从外地过来的呀，就是为了不让他们找到我。你不会把我当成厂长女儿了吧？你怎么知道？最近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谁娶了厂长女儿，谁就能当厂长。没想到你竟然信了。你走吧，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你从一开始接近我的时候就有目的。我承认，我一开始接近你确实是有目的的，我怀疑你是厂长女儿，但我也是有我的原因。什么苦衷？无非就是想人才兼得而已。我对你的感情从来都是真的，我从来没想欺骗过你的感情。你走吧，我不相信。明姐，你帮我阻止张飞那么多次，我们在这留下那么多回忆，你觉得我会骗你吗？我不知道，我现在特别乱。林姐，我不应该隐瞒，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你干嘛？林姐。你干什么？我在向你证明我的真心。行了行了，我相信你了。我觉得你在受气了，要不我再好好整理一下。你怎么这么？林姐，现在你相信我的感情了吗？幸好哄回来了。哎，看来刘飞才是真正的厂长女儿。不行，我得去找她，瞒了我这么久。老婆，哎，最近厂里情况怎么样？
这个优秀人才你选怎么样了？哎，厂长，您也知道，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没关系，但有能力的人不愿意来咱们这种厂子。啊，厂长，没关系，我想以后肯定会有大批的人才来咱们厂。可是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个厂长这个位置嘛，啊，厂长您放心，我保证一定以后会带着咱们厂越来越好的。这厂长位置不是你，我已经有了，现在呢正在考察当中。知道了。可飞呀，居然输给一个小辈。是我。哎呀，你吓死我了！大晚上的干嘛呀？哎呀，我本来想送你回家的，没想到你见了我就跑。那我这不是害怕吗？毕竟我身份那么尊贵。嗯，果然是他。哦，有多珍贵？你的掌上明珠珍不珍贵？菲菲，我送你回家吧。今天我不想回家。怎么了？家里出了点事情。家里出事儿，难道是老厂长退休的事儿？走，你去我办公室说。我说我心情不好，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别装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了？没错，我都知道了。你就是老厂长的女儿。虽然老厂长把你送退休，对打击很大，但是你别怕，还有我在。不是，你乱七八糟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成老厂长的女儿了？不是你自己说的你是厂长女儿吗？又不是这个厂的厂长，我爸是隔壁螺丝厂的厂长。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厂？我偷偷跑出来的，我爸他太忙了，我想着学点经验回去弄房子。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的。哎，不是你把我当成老厂长的女儿了？是你自己说的，你没……哎，难怪你总是旁敲侧击打听我，原来是这样。哎，不是这样的，菲菲，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这个厂谁不知道，娶了厂长女儿就能当厂长？看来只有使用那一招了。干嘛？你干什么？你这个骗子，别管我！菲菲，你还是不相信我吗？你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菲菲，我是真的喜欢你。就算你不是厂长的女儿，但我已经真的爱上你了。你就会说漂亮话，不还是为了厂长的位置吗？难道你忘了吗？我每天陪你去图书馆，帮你阻止张军的骚扰，难道这些也是欺骗吗？我是真的喜欢你，就算你不是厂长的女儿。我也很想和你好好在一起。真的吗？真的。骗你的话，我生孩子。我不许你跟我说这些。哎，你干嘛？还要再来吗？别那么高，你看起来。别，我累了。我都没什么，你。丽丽姐，你怎么在这儿？阿米请客是你啊，有什么问题吗？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怕什么？我已经想好了，我跟董浩离婚。你真的想好了？我觉得你说的对，他配不上我。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唉，再说吧，来日方长。小陈长大了。
小春真的好久都没有疼姐姐，姐姐想你想的姐姐。嗯，我错了，我这就好好疼你。小春，你好厉害啊。那当然了，我可是血气方刚的小伙。讨厌，真不要脸。嗯，还有更不要脸的，能试试吗？刚那什么，你不会这么快就？是吗？你怎么说了？说了我很厉害。讨厌，没个准形。那李姐姐帮帮我，帮我有办法。你们在干什么？敏姐、菲菲，你们听我说。林晨，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是姐弟呀、啊！姐，你听我说。原来你一直都是在骗我的，对不对？你说的那些喜欢我都是在放屁，是我太傻太天真了，我竟然会相信你那些鬼话。行了，这件事也不能怪小陈。一开始我招他进来是为了帮董浩顺利当上厂长，我以为他只是跟你们玩玩，没想到你们都动了真心。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呀、啊，你们一家人都是一个德行。林姐，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林姐，我承认我一开始接近你们是有目的的，但我从来没想过欺骗你们感情，我也是迫不得已的，我真的是陷得太深无法自拔了。你起来吧，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曾经那么相信你，可是你呢？你一次又一次的骗我，别碰我！我从老家来这里，就是因为不想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可是我到这里，我才发现，人都一样。直到我遇到了你，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没想到你比他们更猥琐，你比他们更脏。对不起，明姐。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不躲开？这是我应得的，云锦，我错了。我多想今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云晨，我真的想好好和你在一起的，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小陈，我决定了，我要走了。不，我想好了，不适合这里。我一直都把期望寄托在男人身上，我想我也是时候该独立了吧。其实我也没有怪你的，小陈，毕竟一开始是我主动的嘛。云姐，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小陈，都结束了还说对错有什么关系呢？你答应云姐，以后当了厂长不要再伤害别人了。就让我再感受一次你的温度吧，小陈，这一次你要好好记住。厂长，听说过两天就进行表决大会了。您看，我这也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了，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吧？要不然您给我透个底儿。就想知道我的竞争对手到底是谁。董浩，哎，我跟你讲一故事啊。从前呢，有个大象，这头大象仗着自己的身材庞大啊，在丛林里边是谁都不敢惹它。它就是整天是作威作福。有一天，它碰到了一只蚂蚁，这蚂蚁呢，人很老实。交了很多朋友啊，这头大象呢特别看不起这头小蚂蚁，大象决定跟蚂蚁呢来一场决斗。最后你猜怎么着？
厂长，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董浩，你太狂妄自大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敲打你，你就是不改。到底是谁呀？难道是林晨？林晨竟然吃里扒外的白眼儿。丽丽姐，醒了。林姐呢？她走了，一大早就打了辞职报告，说是要去大城市看看。丽丽姐，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这不怪你，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也许一开始让你来就是不是。哦，对了，妈已经出院了，钱我已经替你还给董浩了，我过段时间就跟他离婚。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对，刘飞呢？他走了，给你留下了这个。凌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段时间感谢你的陪伴，我始终相信你是有你自己的苦衷，我相信你不会骗我，但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看到你跟沈丽还有金敏接触时我还能无动于衷。我太喜欢你了凌晨，所以我做不到分享。我走了，不用来找我，我也不会恨你。人生里植物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刘飞。贱人，竟然背着老子搞破鞋啊，还敢把老子厂长的资格拿给这个混账。就算不是凌晨也轮不到你。你看看你这个德行，厂里上上下下都被你得罪光了。闭嘴，臭蚊子！当时你找我，不是让我当厂长吗？我不信，老子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是真的蠢吗？我是逗你玩的，真的当了厂长。我第一个就把你踢下去。董浩，原来从头到尾你都在欺骗我们。我就是在骗你们，你们能拿我怎么着啊？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了。厂里的人一半都收了我这里，这个厂我当定了。董浩，没想到你这么卑鄙，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才算看清楚你真面目。只要能当上厂长，卑鄙又怎么了？啊！我要跟你离婚！离婚？好啊，我正愁找不着机会说。我告诉你，只要老子当上了厂长，你觉得我还得看得上你吗？你，原来你早就有这个打算。我告诉你，你不会觉得每次吵架我都是真的求了你吧？啊？要不是老子觉得你对我还有那么一点作用，我早就跟你离了。就算离婚，也不会有人看上你。三秒男，你老子闭嘴！不会的，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摆脱了。小陈，马上竞选厂长了，依照董浩的性格，没关系。反正我父母对你是好的，
剩下全得用命。你放心，这段时间我会陪着你。对对。大家都来了啊！今天呢，我宣布一个大事，我呢即将退休，那个厂子呢还要继续运转，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找来，就是为了新厂长推选。这个咱们手上都有土地。待会儿呢，咱们想选谁，把他的名字写上，咱们放在投票箱里边，好吧？好，现在开始。好，写吧，各位。我们放弃了，是等不过的。这个厂长肯定是谁出谁赢还不一定，等等瞧。把这个票箱打开吧，一边票。董浩一票，董浩两票，董浩三票，凌晨一票，凌晨两票，凌晨三票，董浩四票，凌晨四票，董浩凌晨零票。这怎么可能？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两张票。这票哪来的？这是刘飞和金敏的。哼，他们两个已经辞职了，不算咱厂子的人，所以他们的票应该作废。金敏是走了，但是刘飞不算，他最多算矿工，还是咱们厂的人。说的有道理，公布一下。凌晨五票，厂长，等一下，我还有个疑问。你说，您是想让我当您的女婿，可是您女儿到底是谁啊？哈哈哈哈哈！大家呀，在这之前都认为我有独生女，其实呢，我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啊，这个事儿呢，我是诚心话，就是为了考验一下。现在呢，我已经找着继承来了，恭喜你，林晨，这个厂子不交给你，好好干。老厂长，我还有个不想信，这场我想交给丽丽。小陈，你。厂子是你的了，厂长你说了算。小陈，为什么这样做啊？这里充满了回忆，人不能总待在回忆。太近了。林总，有消息了。直接说。根据资料显示，金敏小姐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刘飞小姐考上了清北大学的研究生。要把这些资料发给您吗？不用了，他们过得好就行。还有一个，
沈丽小姐接收工厂后搞得蒸蒸日上，据说现在已经发展到海外去了。回厂子去看看。林总，那个厂子已经过去。好的，师傅。这么大人了、啊，还哭鼻子呢。这里回来不是어색한동미속다치하던말투에파란살살해지겨우닿던너나서